今天是2016年7月7号。昨天是妈妈93岁生日。今天呢？昨天。昨天呢？六号。你今天睡得这么好。因为今天比较低了哦，今天升的比较直哦，我昨天带妈妈去，我前天带妈妈去中医那边，结果我说要做这个针灸，膝关节僵硬做针灸，那个医生认为说针灸做可能做半年都没什么效果。僵硬改善。所以他建议我另请高明。那结果我回去的途中碰到另外一个朋友，他跟我介绍附近的另外一个中医师，所以我昨天就又带妈妈去看。结果我跟他讲，我希望妈妈可以吃东西希望她的胸部的吞咽有关的肌肉可以松弛，然后脚可以不要那么紧，可以站起来。那他说他认为，先调他的五脏内腑。他认为先要把五脏内腑调好，以后才讲这个筋骨。所以昨天，蒸了左脚跟右脚的阴陵泉跟阳陵泉，还有那个脚背好像是大葱的地方有各一阵。那然后在左手在尺着跟另外还有那个合谷穴，还有一个什么穴我忘记，一共扎了10针。那跟我说一个礼拜要扎3次，那我介绍我的朋友，他说他带他父亲去，是好像也是筋骨的问题。好像十几天以后，就回，他们家是在高雄嘛，就回去。他说好像这十几天针灸好像有改善这样，所以我想就让他试试看。健康的方法是越多越好。对，那我想。人家说，不管是西药、中药，药就是毒嘛，就不要用吃的吧，用针灸的，针灸是没有吃进去嘛，而且针灸在台湾、在中国已经用了多少年了，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所以我就想这样做。那今天看起来，也不错嘛，当时他问我告诉他，2年前我们去做那个脑波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医师说脑波呈现植物人的状态，那一年以后，就去年8月去的时候，他说是有反应了，
那今年六月的时候我带他去，他说哎，今年又更好了很多。对，所以我想，那他问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想想我当时跟他说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也是有做针灸，也是有吃中药，那西药后来是停了，我告诉他现在中西药都停了。那现在我想想这个我们做遗骨式疗法是这一年几个月来是很一直有勤快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遗骨式疗法应该是在这个部分是最有效的。但是我当时是跟他说我们之前有做过针灸这样。醒了吗？醒了。摇一摇他就醒了。蛮好的哈。两只脚都平了。又睡了吗？眼睛又合起来了。妈妈也是真的有福报，这么一个这么孝顺的女儿，很难。古代有一句话嘛，病榻情无孝子。我妈妈没有病啊，妈妈好好的。你知道吗？一紧张啊，肾上腺素上来是伤细胞的。不要太。我们要起来了哈。